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下头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台湾公民权利法啦，吼。啊，这看一下这讲义，敢会当麻烦两来分一下。直接传来就好啊！哦，直接传就好了。无摕到讲义的人，咪咱看头前这个荧幕啦，吼、哦。啊，你看。第二页吼，这个相片大家唔知道有印象无？好，这是迄个顶年三月十一吼，日本大地震吼，啊，美国撤侨来台湾的，通过台湾的这个海关吼的状况啦吼，啊，通关的办通关是啥物人？是美国人哦，所以讲。这台湾的主权什么人说了算了哈？这个从这个照片就很清楚了哈。美国这个撤侨来台湾哈，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哈，就讲第迄个三月十八哈凌晨五十三分第一批到第日本撤侨来台湾哈，一共有九十六个大人跟小孩啊。啊，美国一口气就包下迄个五星级饭店哈，高八间哈，啊，租期无限，没有期限的。现在不知道回来，不然我也不太清楚、啊、这同样、哦、同样这个一个场景、哦、这下面还有一个、哦、一句说行政院长吴敦义、哦、当时接受媒体访问时 指出了、哦、他希望 AIT 能让中华民国的移民署、哦、帮助 AIT 来的在机场办理这个通关手续，并希望 AIT 把这个美籍工作人员调回台北、哦即办理这个赴美签证业务了，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中华民国伊无法度插手啦吼，这完全是美国伊讲要即伫海关吼，伊要开一个窗口就开一个窗口啦吼。这是一个顶年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啦吼，所以讲台湾的主权其实是美国说了算啦吼。啊，恁想看卖吼，美国撤侨来台湾的不到一千人吼 ，AIT 就需要。在海关开一个通关的窗口，那是讲咱的台湾公民权利身份证啊，那合法件数呐达到五万分的时阵吼，你想 AIT 要开几个窗口？吼、哦，啊，这时流亡政府的海关的窗口数吼，跟 AIT 的窗口数会有消长的关系嘛吼、哦？啊，但是相信这是一个，一旦如果开卡的话哈，这是结束。流亡政府的第一张骨牌啦，哈！你当想看卖，就是讲，有时讲咱这个身份证啊开卡的时阵吼，那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啊？哈！啊，这张嘛是同款啊，过来。啊，要安怎好？这台湾的身份，这个身份证呢，早日开卡上路吼、啊。这条是跟迄个四千人的训练吼是相辅相成的吼、啊。啊，为了推动这台湾公民前身份证的开卡工作，希望能在今年的四月底进行吼、哦，完成这个申请的案件数啦，以便促使美方吼、哦、能够如这个去年三月十八号凌晨的撤侨的方式哈、哦，早日为持有台湾公民身份证者哈、哦，在海关办理这个通关开卡的业务了哈。啊，这件数是，就我目前所知影是五万张啦吼。啊，过来甲现在搁看啦吼，这初审人员的培训吼，咱第一批有一千人，一千分嘛吼。啊，伊作业的情形吼，中央伫这个九月七到这个十二月二十为止，这个审核工作吼，长达三个多月啦吼。啊，以这个速度来讲吼，一万分要三十几月哦，吼，
那五万分爱150个月吼，等于是讲爱12年半吼，安尼恁敢等得及吗？哦，那是这个，那是以这个速度吼，这安尼是，我看这真五万分哦，真麻烦哦。所以，等下过来讲，要加强这个工作的效率哈。因此，在这个1月8号的时候，还是华部办理这个初审人的考核合格，有23个人通过了。所以，讲咱今嘛有23个窗口了哈。啊，这23个，这23个人哈，其实伊会当代替各州去受理这个案件数了哈，而且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审核哈，中央这边才会认账哈。然后，伫咧1月10日的早起，咱就完成这个给证的这个授权这个印章这个作业哈。啊，法制服务部在2月4号会办第二梯次的培训工作哈，下午了哈。啊，希望各州能够继续派人来参加哈。啊，每个通过审核的人哈，拢有初审的受理权了哈，且没有做别的限制哈，这些人拢会当不一定去叨一州，但是受理了爱拢爱交这个州长了哈。啊，申请的经费吼，每一份即马是诶，费用吼，每一份是1000块嘛吼。啊，其中，互美方的借卡的费用吼是500块，地方保留350块吼。啊，这钱应该要专款专用吼，因为这是 TCG 目前上重要的工作之一啦吼。啊，台北州目前吼就是受惊吼，就讲去。去办理就收件的人齁，就是一份100块的齁，必要时可以加码。啊，各州就这各州自治的事项齁，弄让家己决定了齁。啊，另外依照这个公民权利法第6条的第1款齁，第1项第2款齁，本法实施前已经参加台湾民政府所举办的这个研习会齁，且协助推动台湾民政府工作者齁，有关因特殊贡献取得台湾公民身份的规定哈，就是如果在开卡工作前呐哈，参加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这时候举办啊，都要公开的研习会哈，而且协助推动这個台湾公民证的核发哈，也开卡工作哈，这种算是有特殊贡献，这是针对咱台湾其实有真侪迄个欧韩籍真侪嘛哈，那这群人伊那是讲有认同咱哈，咱各位同心，咱就当用这条哈。用这条会当就是可以很快的取得台湾公民的身份证了哈，啊，但是呢，其他可能就是目前是没什么，你若要像这个合作人安尼哈，那个条件很难呐哈。啊，拄好这条这是一个较方便的做法哈，啊，实际上参加推动如申办或审核有无公民权等工作者哈，应该有偌济分的申请案件。由法制服务部报这总理在核定了哈，就讲你这个欧韩籍哈，伊协助这个办这个申请这个案件哈，要几件哈，才有法度变作台湾公民的这个身份哈，这要跟国务总理哈再做确定了。目前有确定会跟大家讲哈。啊，这么来讲，三万叫台湾公民，有人知无？啊，你讲是真抽象哈、啊，我讲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啦、啊。公民权利法，你看第3条第1项的规定哈、啊，有3款的情形啦、啊、哈。这种是属于台湾公民哈、啊，就讲1945年9月7日以前，伫咧台湾有户籍的人及伊后代哈，拢是啦哈。或者是讲以本法其他的规定取得这个台湾公民的身份，比如讲何瑞言，伊这何。这对本土台湾人有很大的贡献嘛，哈，这当然的，像伊这种人嘛是啦，哈，或者是讲第3款哈，就讲何瑞英跟太太的后代算不算台湾人？算哈，这是第3款的迄个情形哈，或者是讲做何瑞英伊那是讲伊娶某同款跟伊同款的，比如讲马杰这种的人安尼哈，因的后代是不是？也是哦哈，因为伊老爸老母都拢。台湾公民啊，所以都是哦。啊，什么叫台湾居民？
原则上就是讲，伫台湾有户籍的外国人吼，拢算是啦。好，第四条第一项有规定啦吼，台湾有户籍的都是啦吼。有一挂人是非公民非居民啦吼。接过来这一页吼，有十一个问题吼，恁看卖啦吼。我念恁啊，恁做答看看吼。这 A 是讲做台湾公民啊 ，B 是台湾居民吼 ，C 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吼。啊，这个考卷吼，咱的潘先生吼，咱的秘书长无及格吼。啊，恁大家看卖啊，在台湾有户籍的流亡政府的人民是公民啊，居民啊，还是属于外国人？居民啊吼，啊弄真巧吼。在台湾有户籍父为中国人母为台湾人的是居民还是公民？居民啊。在台湾没有户籍父为中国人母为台湾人的。哦，这就有意见了哈。你看，伊无户籍哈，伊就唔是居民啊。你户籍哈，你要好就填不了那死啊哈。所以这是迄落 C 啦哈，第三题是 C 哈。啊，在台湾有户籍父为南非人母为台湾人间呢？这是公民的居民还是外国人？这不是外国人哈，虽然伊是外国人无唔对，但是伊是居民啦哈，伊是有户籍的人哈。第三条 C 啦哈，啊第五条的哈，在台湾有户籍父为中国人母为美国人间呢？哦，伊有户籍啦，所以说是居民啦哈。啊，第六条哈，在台湾有户籍，户不详，母为台湾人间嘞。户不详哦。无啦，这户不详的户就免看嘛。户的户详你也唔知伊啥物货啊，啊，就看因老母啊，就台湾人，啊，就是台湾人啊嘛。嘿，所以说这是公民啦哈。这是台湾公民的哈，第七条哈，在台湾有户籍，户不详，经中国人认领母为台湾人者，这是居民的公民还是什么话？是安那？好，那第八题哈，在台湾有户籍，户不详，经中国人收养母为台湾人者呢？安尼，这条安尼唔对吼，这条是公民吼，因为收养吼是无血缘关系，小三生的啦吼，跟这个中国人是无关系啦，所以这个，好，所以这他还是归于互不详啦吼，互不详就是啊，就免看的台湾中啊，这个算个母为台湾人啊，就是说是台湾公民啦吼，不一样吼，还认领是迄落吼。认是小三生的啊，收养不是的，收养是无关系的啦吼。所以这两个问题吼，就是你若无上过课，可能无啥清楚。认领是讲是甲你私生子啦吼，甲小三生的迄种的啦。啊，所以迄中国人的私生子就是中国人啊，嗯。哎，潘姐，这影印机派去哈，这么影印，迄个讲义无够，讲总共才120分尔。啊，第八条是那个 A 啦，哎，啊，第二条有户籍嘛？有户籍就是居民嘛？啊，伊中国人啊，嗯，啊，你看第十条的吼，第九条的吼。依台湾公民权利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者，除共用者外，每个人均需有日治时代的户籍成本，这对不？对哈。哦，好，谢谢。阿关主民哈，申请台湾居民、台湾公民身份证者哈，可免付日治时代户籍成本，对不？关主民，你看那个塞德克巴莱，伊也无臣服日本啊，啊，伊干我好借。啊，伊是毋是台湾人？啊？
啊，所以伊无伊当阵来无收人钱啊，无户籍啊，安尼免啦。爱护啊免啦。哦，这免哦，举手者，那爱免付的人举手。哦，往下往下，爱这个举手都不对哈、哦，这个还是要付的。因为1945年9月7日了后，4月7日后，伊就实施帝国宪法嘛。迄当阵上班，迄当阵就拢有户籍个啦。哦，啊，塞德克巴莱伊也是1930年嘛，所以迄是进前啦。哦，过来是咱，来有啥问题？啊？没有孤儿呀、啊？你父亲呢？那就有一样啊，有户籍嘛，啊户详嘛，母不详嘛，啊那就是变做台湾人啊，本土台湾人。这个母不详，我不承认，我妈妈是生在边。啊，搁有啥问题无？好，个案了，这是个案了。第10条、哦，这个要户了，这个是错的哈、哦。没，这不是 ABC 四维题啊。哎，这四维题哈、哦。哎，第11条、哦、什么是台湾公民哈、哦？请列举详细出啊。这里讲，什么叫台湾公民？免他讲。都只甲你讲过，第3条第一项内底三款吼、哦。哦，恁家己看了，就讲第一款就是1945年9月2日之前在台湾有户籍及其到现在有户籍的后代吼，拢是啦。啊，个第二款是讲这依本法其他规定，像合作人这种的吼、哦，嘛是啦。啊，过来就讲这第一款跟第二款之间，也是讲第二款之间迄种的，像合作人囝这吼、哦，迄嘛算是啊吼，迄是第三款的三种啊。哦，大家拢比民主党较厉害啊。好，来。可以啊，可以啊，好，谢谢。接下来哈、哦，就是说，咱要有执政的准备哈、哦。除了讲，咱必须要甲咱讲，这个美国交代讲4000人哈、哦，啊，拄只迄个议长嘛有讲吼、哦，咱只4000人，大家拢有份啦哈。可能无够人，其实啊，变啊，你做市长的时阵，伊做4年了，啊，佫有个人无交接哦。你看迄人外，需要偌济人？啊！就讲，就讲，除了讲这人以外，吼，其实就讲实际上是这个申请这个公民权证，这个是一个关键哦。5万分开卡，它会造成你个想看卖啊？那今仔日若讲这个卡会当就安尼过美国的关，当然去这个美国的话吼，这人的来的人会真济哦。你个想看卖这个名字，这个会是第一张骨牌哦。哦，啊，过来讲这个执政的准备哈、哦。目前都那议长嘛讲过，真济蠓仔管，蠓仔管偌济，你知无？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这不得了的物件，这几千亿，这那是讲会当来做这个，都啊，迄个再去迄个蒋维文教授讲迄个补助啦，是讲要囡仔读册，绰绰有余哦。好、哦，这根据这几千万的这吼、哦，几啊千亿这吼、哦。浪费哈，跟图利哈，浪费跟图利啊，啊，该不该有人负责啊？应该啊，但是无人因为安尼被法办哦。这我是了解哈，这是安那无被法办的，因为这个要起什么款的哈，起什么款什么款，这是行政裁量权呐。等要起唔起，这个主管有这个权利啊哈。所以讲，伊无一个这个预算呢，伊无一个限制哈，所以也造成就是说。他没有违法，没有违法，你就无法度办理哦。啊，但是这上伊这内底有浪费，巨大的浪费，甲图利的问题。
嘿，啊，要哪处理这个问题吼？甲恁介绍一个问题，叫做一个概念，叫做一本笔。哎，上知影这一本笔无？不是本利比哦，是一本比哦，效益放在顶头啊，成本放在底下呢。这是咱总理的一个物件，我得提来用哈。一本比大于一是表示什么话？即讲效益的讲比这个成本要好要多嘛，表示讲这个整体的效益大于整体的成本，这个有会赚钱就对啦。啊，这个有施行的意义啦。而一本比越大的话，表示该计划的施行的效果越高嘛，哦。越值得施行了，啊，可以作为这预算排列优先顺序的一个标准。所以阿刚，咱各州吼在咧编预算的时阵吼，啊，中央其实是爱有这个基本的概念呐。就讲你编这个预算，那是一本比小一吼，这就是蚊子馆呐，哦，啊，这个物件免啊算，这是咱等下再去讲哈。好，预算的胡编啦吼，滥资啦吼，错误的政策吼，这贪污这比贪污更加严重哦。像这，哦，这几啊千个是开启，但是伊不见得是贪污啦吼。所以讲，贪污无遐济啦吼，因为伊去一个场馆，那个馆啊，那个馆可能还在那里啊。哦，所以讲这错误政策是比贪污更加严重的吼。啊，这就讲期间，其只是。政策错误吼，还有就是滥用这个职权裁量的贪渎行为嘛，伫内底吼。但贪污的处理的这个有一个要件，讲明知违法、违背法令的要件吼。啊，但这种敢有违背法令？伊敢有明知？无咧，你无一个法律去甲管啊，无你限制这个裁量权啊。伊明知，但是你无违法啦，吼。有关官员有行政裁量权啊，其实。依然发挥其规范的效果嘛哈，你因为有裁量权，你就不要管你啊，造成法律的漏洞啊。这期间浪费图利哈，该不该有人来负责？为什么没有人负责？原因就在这里了哈，因为有这个行政裁量权。过一只呀哈，番茄这拢无力用哈。若以预算中有一本比小一的执行的这个规定哈，是不是我都提供一个，就是说这个裁量有没有违法的一个标准哦？好，等于裁量前有没有违法哈，就是提供一个客观标准，在议会审查时候，也有一个要不要删的一个标准，等于这里有些医生这嘛，啊议会变哪信？议会的是缴这个一本比的大小的排列这个优先顺序，例如讲。第一个小一就全部砍掉了嘛，哦，啊，第二个你这个比就是比这个大小就知道说这个有没有实施的效果啊，哦，效益啊，哦，啊，一本比是针对财务支出计划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啊，哦，作为评估该计划是否可行的标准啊，哦，其计算方式接下来请蔡总理开一个专门的课来教咱讲要怎算了，伊早起有讲一个讲现值，啊，哦，现金的现值，什么这咱。是有这个问题啦，啊，这真专业啦吼。后工可能嘛爱有一个执照的，讲要哪计算一本比的一个专家来替咱算。啊，所以这都会有一个标准啦，各州就袂当，啊，像国民党安尼去一挂蚊仔馆安尼吼，安就掠包啦吼。啊，要哪应用吼，就讲我举一个例子啦，应用一本比的实例吼。人事会的部分哦，也有一本比的适用。如果某一个林区啦吼，歹势，某一个林区啦吼，伊的巡山员，假使讲五个人啦吼，啊每年被盗取的林木十公顷啦吼，啊若是新三年十个人的时阵，每年被盗取的剩五公顷尔，所以你讲加五个人就减五公顷嘛，哦啊，即就讲有这个例子就很。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但是你要投入多少人，哦，这就是一个爱去算啦。讲减加请五个人，加减五公顷的林木，搭一个较计大安尼啦吼，要去计算这个计算这个东西啦。啊，如果每年减少被盗五公顷的林木，价值高于
五个新三年的每年的总人事费用的话，安尼加请五个人就有价值啦吼，啊，反之就无价值啦吼。所以讲，这是一个例子啦，应该大家唔知道有人有意见无？这个，吼，这看应该看会清楚啦吼。啊，过来吼，这个应用一本笔的第二个实例吼，这个是某县啊为主办这个气运会啊，就是讲。这个实际案例是这个桃园县啦吼，就咱即马所在这个所在吼，为了办气运吼，他花了40亿掩盖这个运动场、运动馆吼。办完气运会之后怎么样？这个、场馆都无效咧，啊，所以但是唔是安尼无效，唔是无效就刷呢，伊还阁编千外万吼去照顾这个管理这个场地呀，啊，所以要请人呢。啊、另外要编这个9000多万的维护的经费呢，啊，伊一年吼、喔，甲租金嘛、喔，讲收3000几万，所以一年都来安尼亏了7000多万啊。啊，咱总理建议讲说吼、喔，会当委外经理，快当委外经理，委外经理有啥物好处？你都免请这个人嘛，啊，你们免维持费用啊，啊，你即便委外1块钱，你也可以省掉7000万对唔？啊，你。委外1000块会不会有图利的问题？一块就提走啊！但是伊爱开，所以你讲有这个一本笔的，感觉安尼会使啊？哦，安尼同我节省7000几万的这个预算嘛，啊7000几万同我创啥？啊，这都做足侪工课啊！但是你若无一本笔的规定哦，啊这咱你若总理底下盖财政局长盖怎样无效嘞？因为这关键在倒，你知无？关键是这千外万的员工啊，是啥物人？县长派、二长派的人嘛，你免哪解吐，你一定吐输伊啊，所以就真恶作啦。所以啊，咱若有一本笔的规定的时阵吼，是不是得当据理力争？你安尼违法咯？哦，这两个方案嘛吼，你采取这个自己经营这个方案就是违法的方案了、啊。按照委外经营，一本笔大于一嘛，这个很明显就可以判断出他的是非哈。所以讲，认识一本笔，这是一个免啊。就讲你这个物件，其实也是有很清楚的。后刚要执政吼，第一个当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浪费哈，增加咱的效率的。啊，过来应用一本笔的第三个实例哈，比如说要造一座桥啦吼，咱会当先估计讲，该桥可以使通过。桥的人节省多少的时间嘛？讲这个一个河谷，你要安尼西过，好，你讲偌济人嘛？啊，一天可能省偌济时间嘛？啊，节省的总时间数吼，乘以每个人的平均劳动收入吼，你就知影一个具体的效益了，对不？啊，过来讲说，你这个你遮过吼，安尼可能会。景观很真好嘛，啊，心旷神怡安尼吼，啊，就有一个舒畅，这个会气体的效益伫咧吼，偌济吼，啊，这可能就见仁见智啊吼，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咱甲规定讲做，不能占这个总效益的30为上限啦吼，因为较早这个台中港吼，你去的是十大建设，你去的时阵吼，伊就讲这个会气体效应是。那是寡具体的效益吼，伊是小于一啦。但是伊加这个非具体效益吼，伊加300%啦吼，所以伊就变作大于一啊，就当做啊，所以做落去就逐年都了钱啦。哦，所以咱来规定讲，就袂当超过30%哦，这是一个上限的哈，以度这个精力的哈，度这个争议的哈。啊，这个效益可分为具体的。估算的具体效益跟我具体估算的会具体效益这哈，这个东西以后要请总理特别开一个课来讲。啊，各单位补助地方政府的预算追加预算哈，税出的预算及公营事业政府出资的财团法人哈及其他财务应经审计的财团的预算哈。
应该也有一边比的适用一边比的必要，以增进财务支出的效果。因为政府除了讲政府本身以外，伊成立很多基金嘛吼，啊很多公营事业也是讲民营化这吼，其实伊的财务若需要审计单位来审核的时阵吼，拢应该有这个需要，都要适用这个东西啦吼。唔是讲你民营化了，你就会当就有办法跑，不用监督吼，那不一定吼。如果有必要适用的话，咱即即嘛是讲，若有经过审，若需要审计审核这个预算的，拢需要吼。啊，唔是讲所有的预算拢有这个问题啦，比如讲社会福利，社会福利若要算这段，咱拢免做啊，吼。所以这种物件吼。有真济啦，社会福利也讲司法，哦，这个问题拢是啦吼、哦。就讲以国务院哦以负面表列的方式列出不适用一本笔的预算种类跟预算的范围。哦，咱一个延签安尼吼，一个饼安尼吼，啊，这块社会福利这块不爱适用这一本笔会使，啊，就总理就甲挂起来。啊，这块是什么？那是讲有警察，那是讲这个司法院的，那是讲什么款，拢改剔除掉嘛。啊，剩下的可能。无偌济，无要紧，但是讲剩下遐咱都爱用，啊，即每两年吼检讨一届，哦，这条是讲，这是伫咱公民权利法第29条的吼，内底有遮个物件啦吼，啊，这条其实伊就讲，他提供一个行政裁量一个违法的标准吼，是不是违法的标准？安尼，我想就比较不容易造成这个浪费的问题啦。啊，过来这样哦。那除了一本笔的计算标准及负面效益等属于细节性、技术性的问题啊，由国务院以法规命令依预算的性质种类定之啦，以为各机关单位编列预算的准则啦，这影响以后影响会很大哈。因为咱即卖政府是伊无这个一本笔的概念吼，就安尼照抄安尼，都照抄来随在伊讲的啦。啊，立法院伊要哪信？立法院伊也毋是专家啦，伊要哪去算这个数？伊袂晓算啊，所以讲伊就拢发帕拉根啊，安尼好个歹拢做阵杀掉啊，这样不好啊。啊，后讲咱就有这个物件，咱就会当。其实这是跟国际衔接的一个东西，以前我会跟你说，总理有说过，我们接受台湾接受这个美元的那当中，你提的那个财务支出计划就要算这个东西。啊，后来因为美元中断之后，我们这个RRC就没有做这项工作，所以预算就都清清菜菜。再来跟你说一个这个问题吼、哦，食毒的问题啦吼、哦，其实食毒是咱台湾治安上大的问题啦。刚才内底有60%是甲食毒有关系啦吼、哦。关于100个人吼、哦，内底其实有40%是食毒的啦吼、哦，啊有21%吼、哦、是无钱买毒品去偷去抢去劫的。所以讲咱的水沟挂啦，有诶无诶，常窗仔门会叫白去吼、哦，是拢伫遮来吼、哦。啊，这边啊处理啦吼、哦。美国现在他在世界这样到处都占领，但是他有一个战打败，至少没有打赢，在哪里你知道吗？在他后面问墨西哥那里，在那里他打败仗，至少他没有打赢。这边跟他用，就是说根据中华民国法务部的统计，使用一级毒品和二级毒品的多少人你知道吗？大陆有98年的资料是有23万人，70%以上是吃海洛因的。啊，美枪毙啊！这再个讲吼，你等下听你再讲吼。这伊这里要食海洛因吼，伊成本安那，你知无？伊药效一针偌久，你敢知？7-8小时啦。所以一天爱几针？3针，一针偌济，你敢知？1000，一天3000，一个月9万，一年108万。啊，你讲钱要倒来？你拢去偷去抢去劫嘛？一定是拢啊，所以。干嘛来这里弄关这种人啊？
哦，这啊，底层使用海洛因的交易金额偌济？你啊算看卖吼，23万人啦吼，七成是海洛因啦。啊，一个月9万，一年100万啦，安尼拄啊，一年的交易量是1700亿。啊，若加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这吼超过2000亿啦。其实呐，加上 K 他命，可能会超过啦。啊，上面这些毒瘾者除了给小盘的2000亿之外啊，你看这些花卉，你看他们一直家己摊来去拼来，拢去拼来嘛哈，应该是大部分是拼来，咱卖讲全拼来，咱60%是拼来就好啦。这个社会成本就表示讲1200亿啦。哦，啊，这个结构你看这个，加这个，这个图哈，这个是底层的哈，以消费。底层的这个小麦、哦、大概有2000亿啦，中盘1000亿啦，大盘500亿，啊，走出进口250亿，这个规个规模是超过3000亿啦。啊，你知影98年时阵，国防预算偌济无？无到3000亿啦。所以讲，你变啊变啊去甲这个市场竞争啊？你警察的预算偌济？几十亿啊尔嘛？甲加上这个调查局的。啊，无超过偌济啦，1-200亿尔。啊，你1-200亿要哪挣这3000亿？你当然你是挣袂赢，所以监狱内底关的人吼，98年时阵本来讲要关这个54000个啊，结果关偌济只？甲年底结算吼，加9000个，加9000个出来。啊，伊，你这关这？关这这个干班吼，54000个，98年预算吼，54000个，预算偌济，敢知？100亿，100多亿啦。所以伊60%吼，就是表示讲做大概有60亿吼，是甲这个毒品有关系啦。啊，平均起来吼，关一个人吼，爱18万外，爱开18万，啊，这无算租金哦，吼，你住遐免租金啊。啊，但是要管理费、食、电啊，有诶无啊？平均是18万外，所以咱这比如讲用鞭刑啊，你看鞭刑好无？我看是无啥一定啊吼。你看美国迄用枪去抵他吼，都治不了，不要说用鞭刑啦，鞭刑还是没有效啦。我先甲你讲啊，无效啦，鞭刑无效。但是警察这个安尼抓吼，安尼这个费用会越高哦。这个地方的费用会越高，因为伊司法风险很高嘛。啊，你食毒的人吼，像墨西哥是一年死偌济人，你敢知？98年时，我伫写这个资料的时阵吼，伊一年死6500，大概啊吼。小病、黑刀病、黑刀、黑刀、黑病、白刀啊。啊，阿富汗死偌济人，你知无？迄年？美国底下驻军嘛，8000几名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底下一年死偌济只？死2400个呢？没有啊，他打仗啊，打仗才死2400多人啊。但是墨西哥是死6500个，加3倍了，那是伫美国的造卡了，后尾门也遐了，无法度啦。因为要用的物件吼，唔是你用枪甲堵伊就。都来无去，袂啦！你穿件开，伊就搁食啦。好，你讲吼，有一个办法，其实日本时代吼，有一个办法。日本时代1918年吼，台湾有169000食鸦片、吃鸦片的吼。上届可能是食鸦片，还一句休息吼，我就唔知咩来读。爱食鸦片，啊，到尾啊，咱感觉搁听着讲有食鸦片的。没有就没有啦，谁人没有你知道吗？那是我们有一个第一个医学博士叫做杜聪明，他有一篇这个这个就说发鸦片牌啦，你吃鸦片的发牌给你，你来我这儿吃公家的啦，跟生这样开17年的时间把这169000的人给消掉，因为你如果说你看这个黑市的吼，
乌漆的乌漆的遮啦吼，啊，假使讲伊若哦一个选择啦吼，就讲互伊去治疗的话啦吼，公家来提供这个假设免费的啦吼，啊，你想这消费者也走去倒去？你遮爱钱呢，啊，佮有司法风险呢，抓到枪杀的，啊，是讲变形的吼，啊，若讲遮有医生吼，医生管遮，若是讲提供这个免钱的，伊会走去倒去？大家嘛走去医生馆去，对不？啊，你怎去医生馆甲治疗得免钱安尼吼？一年开偌济，你知无？平均差不多我的操作过差不多是50,000左右啦。因为这海洛因吼，你走私当然真贵啦，因钓到枪杀的是变形，这当然真贵啊。啊，但是你若是讲唔是安尼话，咱若是讲实验室去生产的话啦，国家实验室来生产这个海洛因的时阵吼。伊就敢像一种化学的物件来，伊就真俗啊啦，哦，啊，所以讲，这个物件是，你关一个人18,000嘛吼，18,000，啊，你甲治疗50,000块呢，你要选啥？啊，过来就讲这吼，这个物件吼，就讲，伊去医生馆遐吼，这个人吼，是算伫个这个各地方各区域一组。住大个所在附近的医生馆，还是讲这个诊所内底吼，所以讲这个本来伊市场拢伫遮啦吼，2,000+个拢是乌市的，啊，即嘛刷去这个医院去啊，地区医院啊，这个医院有增加一种就是经常性的客户啊，我们请这个振兴这个医院地方医院会比较好一点呐，啊，过来还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嗎？过来就讲，这个监狱内底吼，会当减偌济人，知无？减60%个。啊，这人都关，伊其他做关的出来，拢去杀去这个病院嘛，去病院。啊，伊都无经济压力，敢会去偷？都袂偷啊嘛，因为食这都去医生管，啊，都袂偷啊。啊，这唔是讲较早咱这个日本时代有捌做过哦，其实即马的。瑞士有实验15年啦吼，伊实验的结果是讲做2-3年了吼，有1/3的这个食毒会戒掉，啊1/3的人会减害嘛吼，较少食较少，啊1/3的人会继续食，哦，啊你甲想吼，搭啥物人的糖尿病捌治好去，高血压捌治好去，无你甲当作病人就好啊，当作病人。啊！伊食啥会戒掉，你知无？本来伫乌市的时阵，伊有刺激性，他有快感。但去病的时阵，逐工伫遐防注射，伊敢要阁有快感？无啊！伊变作食药啊，无快感啊，啊无快感，伊就有个人会戒掉。啊，这个有啥物好处，你知无？即个监狱内底减一半人吼，啊，即警察家啦，嘛减一半人去。一半的工作去啦，啊！这司法官这检察官这嘛，同款减一半的工作，法院嘛减一半的工作。咱那减，搁减什么法？你知？会少烟瘾啦，因为你工作较少嘛，大家较松嘛吼，会当办一寡较实际的案件，啊，这个烟瘾也会比较少一点。而且搁一个效果来讲吼，这个艾滋病啊，艾滋病嘛会减掉。因为艾滋病伊共用针头吼，93年的时，94年的时阵吼，伊个案例一年增加了3,399人了。啊，一年吼，伊一个月伊个费用是伊是法定传染病嘛，一个月费用爱20,000，一年24万，啊，伊平均移民是33年啦，所以一年加吼，国家爱开差不多300亿去照顾这群人。一当了，所以讲，你若讲免钱的话啦，你若讲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就不会有公共针头的问题，就不会有因为是用这个针头吼，公共针头然后感染艾滋病，所以讲这个物件是不利啊，效果，若是安尼做应该是会使啦，我唔知各位有啥物看法。我来讲这边啊做的讲吼。爱开钱无？
其实免啦，你甲想吼，你干嘛内底本来开100亿吼，六成嘛，60亿嘛，咱甲减那30亿过来成立一个基金会吼，啊基金会30亿嘛吼，啊你即马减的54000哦，就讲加9000，来讲你减掉才40000人啊，同啊出来这个治疗吼，40000乘以50000吼，偌济20亿了。你个治疗吼，干嘛只能个刷出来吼？20亿就开都够啊，是不是？你个剩10亿，有十要创啊？有人会来自首要吃免钱啊？无紧，咱个10亿同啊，好食，吼、哦。啊，就讲啊，干嘛来这个剩30亿要创啊？在咧香港啦吼，这三招出来四万人吼，让规划做20000个床位啦，卖讲起啊，困遐钱啊咧吼，规划20000个床位吼，20000个床位。在香港，这是有提供晚餐的啦。你可以出去吼、哦，日时也出去嘛，暗时也回来。就讲有家归不得，无家可归的人吼、哦，会当住伫遐啦。哦，药品也好，反正就是讲20000的，你来登记就甲你，互你食一顿安尼。啊，剩的时间你家己去拍拼。哦，啊，无要紧啦，反正伊上无伊当食一顿啊，一顿烧嘛。哦，剩的合起来伊的代志啊。就安尼爱开钱无？你个想？免啦，那开钱，哎、啊，本来开60亿，即马减开去啊！啊，你这个有什么好处？你知哦？这个基金会它可以结算，就是说这个，结算这个食毒的吼、哦，药引的甲医院的这个费用是由这个基金会来结算嘛？这个基金会累积经验，伊会当创啥？你知无？伊会当输出经验输出。你美国加钱加。墨西哥遐个毒枭队吼，无法哩啊！啊，咱来甲伊竞争一下，完了开免钱啊，提供给他。你想墨西哥的消费者会走去倒去？敢过会去甲遐个毒枭摕？袂啊，就不会啦。所以这个物件是，一寡所在是无啥物卖出来。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伊咧讲哦，伊讲你投入一块吼，会当有12块的投资报酬率，就是讲这个一本比是12啦，真大了。伊讲会当节省这个执法啦吼，医疗方面的支出吼，其实伊这无算这个社会成本，咱社会成本偌济，你要加1200亿上无啦，这算起来不得了，这超过12块啦。啊，是改善艾滋病的问题。啊，你讲这个，拄仔讲这个成立这个财团法人吼。成立一个基金会吼，啊，就讲每年拨30亿过来嘛吼，应该免偌久吼，免几年啦，就有法度甲这个，安尼，就讲甲这个毒品的控制落来，甲伊消灭掉，社会通我减掉差不多30万，上无减掉20万的贼啦，啊，你讲治安会好袂？当然是会好啊，哪会袂好？但是国民党政府不爱做这個啦，因为真侪人伫维持嘛，这3000亿。有利益的人真多嘛，哦，所以你就真歹做，但是咱应该是无这个包袱啦吼，咱来当做这件工作。啊，啊，这各家有疑问无？用这个治安的政策啦吼，底下面来处理就是这个毒品，甲处理好就差不多。就差不多好了嘛，啊！你讲贪污要怎处理？我讲一本比一条就甲解决了，哦，一条这拢是一条尔。啊，这个毒品这吼、哦，其实这个小法是寡，只要一个条文就够了，哦。咱再去，比如你讲，迄日台共同联盟嘛，总共嘛才8条尔。嗯。啊，过来。咱复习一下，这公民权利法第6条的吼，第6条是讲特殊贡献的这个条文啦吼。这种其实大家拢有咱家己看啦吼，就是讲我要讲的是讲做，这蚵仔限制这阵人要哪处理吼，就是讲这个第2款的吼，参加咱的举办的研习会吼，就是讲下一次就2月4号，那有
同心流那个朋友，或是同心流这个问题的话，可以用这一条来取得这个台湾公民的身份证啊。啊，到这唔知有啥问题无？啊，那无我就这个课就结束了，啊，提早下课哈，好来。阿文德，我有一个朋友哈，哎，他先生是一个流亡学生，哎，小孩子，他有替他报，啊，他有替他报这个公民，哦，好，身份证，结果他自己拿到，那小孩子的先生都没拿到，哎呀，伊都，所以讲伊二月七日就来参加这个授训吼，啊，就有机会啦，啊，无伊外国人要变吼，不容易啦。嘿，还有啥问题无？拍摄吼，好来，还有啥问题？拍摄。嘿。嘿。对，我安置嘿。对。因有国籍哦，因是算中国籍哦。无国籍啊，咱台湾人。无国籍啊。无国籍啊，啊，咱即摆较是讲因老母嘛吼。嘿。因老母即摆伊是伊的祖先嘛是拢日本人。对。啊，因老母姓清是文杰。会使。是文杰清了，确定。即摆算讲迄个无国籍的，迄个家去领边啊，伊就对因老母就好啊，啊就。袂使。伊富祥啊，他不是没有父亲的人啊。对啊，你都无国籍，甲有国籍结婚，就变成有国籍啊，啊，就中国籍啊，还是讲美国籍啊？不啦，迄法制无同啦吼，美国是移民的社会嘛，咱遮唔是，咱是东方吼，日本甲中国还是德国拢同款吼，咱是。协同主义啦，因那是出生地主义不共啦。对。赶快啦。拢学汉字。我怎啊讲第六条的？第六条诶，二月七日爱来上课，吼、哦，我拄仔又问过嘛。第六条诶，对我都解决啦。我知你有这个问题，我知。第六条诶，就是讲二月七日下晡派人来上课，吼、哦。诶，对，这个无紧。还佫有啥问题无？哦，你讲啊。对，中央爱甲恁处理啊，中央一百块，迄是讲出审的人员吼，伊去收件啦。嘿，对，迄是台北州的做法啦。不一定啦，州个有州个其他的费用嘛，共款是拢是要专款专用啦。来，各有啥问题？好来，还你讲。对啊，啊，你都因为有3000亿的这个市场嘛，维持的人真多嘛。啊，你来讲，医院提供的免费的时阵吼，伊这个市场就安那渐渐的消去嘛，无人要去遐，啥物去遐？啊，这所有的问题，底下的问题，这部分就有法度解决了。哎，哦，潘姐，哎，无，嗯，来你讲，哎，什么方式？
啊，这是什么方式？你要讲出具体的方法啦，哈，你要讲出具体方法。不啦，这规矩吼，就是拢去病院啦，接受管理安尼啦，嗯，好啊，还是我剩的时间吼，交总理来补充吼，谢谢。